把它放干净了。这边真的也开始打野，不知道引刀后下一个会选择什么。火枪的话一般来说不需要撑绝对攻，主要是撑攻速，因为它这个爆头啊跟攻速是挂钩的，对不对？跟你攻击性没什么影响。先冰女士啊，运眼把圆环先带走。有鬼，半天也是没死过，2400破木600多，就是说这个幽鬼放的有点久，而天方的火枪呢，基本我可以说在24分钟前火枪没什么屌用啊，基本就是属于各种被轮的类型，全场从下路被轮到上路，上路被轮到中路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火枪的点目前还没发挥任何作用。这边游走冰女一个羊直接倒掉，对，见人先羊是好习惯，尤其是水人那种能复制的，那就直接一羊就没有了。还有一个假的下路幽鬼也是打钱保护的很好，因为天方并没有来抓他，还不能说保护的问题，天方的重心不在这里，在其他几个出装备上。我觉得敢这么放幽鬼是真胆子大，还是自己没考虑到，没有把这个节奏把握好。感觉我很不急的慢悠悠的补刀啊，这个要是我是做不到这样放松的心态的，一个超级大护具在下路补了一路兵补到这里来了，到前方的人各种悠闲啊，悠哉悠哉的二级死灵术，幽鬼开走了，幽鬼的钱目前是3100，走了，不能再待了。中路牛十一级，牛已经在十一级打就跳的还不错，闻香说牛很悲剧的，能出跳已经很不错了。火枪假腿，好，这是一个 C。虽然火枪可以考虑出漩涡，因为现在漩涡确实是加攻速啊，当然作为一个敏系出漩涡还有一点点亏，就是自我感觉会亏一点，不像力量系和这个智力系出这么赚，因为他们确实要敏的话加那点。啊，敏捷没什么用，就是要敏捷的攻速的。后我这边也是马上夜叉了，马上换音符，还想打中塔的主意，就看天方人如果在线上一出现，中路人就危险了。你看这两个都在上跟下，好 F 一下，就你们俩如果看不见的话啊，中路别人不敢打，一看见就敢打。这边 TP 到后面打，聪明，我们注意到没有？往后 TP。你踢到前面，可能你是别人第一套技能的释放者，你踢到这个后面，别人看不到你。反正痛点是远程嘛，又不是走到别人脸前的发挥作用。这边也是一个人打野十级，还是没二级大。TC 是 BKB 啊，29分钟打出了不少钱。补刀术应该是天方全面占优，占了非常大的优势，应该是。你看装备里看出来已经差了一个档次了。目前天方补刀最多的是108的火枪、100的紫金龙，还有88的痛苦之渊以及82的牛头。天方只有两个人过百了，一个是 POM， 一个是幽鬼。另外第三点就是像这个能补70-80个，并没有这样的人。幽鬼遗物了，29分钟，天方也是放了这么久了。还是不压啊，还是让幽鬼这边潇洒。幽鬼翻盘的例子我们见的太多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我已经麻木了。你要说幽鬼翻盘就不要给别人说了，这个太常见了。你要说你用火枪翻盘了，哎，有点意思。你要说你用光法翻盘了，那就更虎了，是不是？你要说你用拔线翻盘了。那这个就要把你的外挂共享出来给大家用了，啊，开个玩笑，这个用外挂还是不好的，不公平竞争，是不是？啊，本来打游戏就为了图个放松啊，你拿外挂放松，这个说不过去啊。我们看到这边说 exciting game， 幽鬼啊，这 Yuta 还说比赛打得好嗨啊，
应该就这个意思啊。觉得别人放你补了二十分钟刀，你觉得很有意思啊。前期被杀十分钟，杀跟狗一样，然后呢补了二十分钟刀，补开一物。好，我就看你这个辉耀能不能出来。这个晕的时间好长啊。这边说 sad turtle 啊，有鬼啊。这边应该意思是说这个发育非常快的有鬼说的是吧。1700的血量了，加了多少个光点呀、啊？已经15级了，有鬼1700的血量，只是一个先锋盾，那还有加腿。这边光哥出了笛子，我们看哦 ，pipe， 有鬼说 pipe 啊，就是笛子被办了。这边说 sell， 卖掉那个啊，卖掉那个玩意儿。好了，光哥要回去把这个笛子卖掉，因为这个笛子是不能拆分的，你知道吧？如果这个笛子能拆分，啊，这边说天台方还在交涉，说我们不用不吹行不行？啊，那管你吹不吹的，卖掉，啊，卖掉，只管卖掉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卖掉或者是你把它扔到家里不用，你选一个吧，啊。那肯定是卖掉了，你扔家里不用，又不是供奉光二哥呢，对不对？光二哥也不吹笛子，光二哥这个啊，那个他应该听的不是笛子是吧？哎，狭路相逢，秒不掉他，去打小哦，看你没中断，冰，哎呀，票还真的躲过去了，极限的一个 TP， 但这三位选手可就害怕一下了，因为像龙这样的推土机往前一站，小幽鬼还正在。等他的大呢，等他这个辉耀是好了吗？好了，32分钟，那光哥也是还不卖啊，你这个太皮了，说了半掉了，这次比赛半掉了笛子啊，不能拆分的啊，本来被一个挑战嘛，还能扛一扛是吧？你这还要啊？裁判警告了，说光哥快脱掉，不准再这么恶搞了。好，破坏音符33分钟，光哥的这个啊敌消门事件也是将这个比赛推向了新一波高潮，幽鬼也出来了辉耀，那么应该进我们下半场了是吧，啊，各位这个看比赛的朋友们是吧，要先休息那么20秒，我刚好看一下，好 OK， 继续我们下半场，不用担心啊，没有结，有必要的话我可以结牛二级弹14级，这边牛跳大碰一后手剑，再射技能死灵书，这边咬住他睡住他是吧，咬住了一个睡住了一个，咬住的是牛，睡住的是碰，然后这边幽鬼是一个降临，对不对，不二话收人头，我们看目前幽鬼的金钱是啊600多，那两个位置和两个西达，而且现在比分是10比12，只落后2分，左边传说哥出什么呢，火枪2800，可能是蝴蝶，建议出吸血，因为没吸血的话你打不过这个，就你打幽鬼一定要有续航啊，有续航的英雄打幽鬼比较好打，比如说像狗一口把血吸过来了，或者这个出了吸血的巨魔，对不对啊，这个龙骑有吸血也可以，这类英雄打幽鬼可以，如果你火枪没续航，你打他一半你自己被弹死了，真的很不好啊。